どうもこんにちは、アルンです。今天的アルン便利店呢要跟各位大家介绍日本的便利商店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呢？其实呢今天所要介绍的是一个日本算是一种国民的小零食，就是他们普遍大家都知道这项东西。阿伦之前也有问自己的日本的朋友们啊，他们全部都知道这个东西，就哦就是那个嘛，我知道我吃过什么之类的。然后阿伦自己在实际吃过了之后呢，觉得哇塞，它真的是 CP 值超级高，又好吃又便宜的一项巧克力哦。至于是什么样的巧克力呢？就是这个 ，Tadam， Alford Mini Chocolate。对，没错，就是这个蓝色包装的。这个在一般的便利商店，不管是哪一间的那种便利商店，几乎都会有卖这个东西。由此可见呢，它所受日本国民的喜爱哦，就好像我们去台湾的便利商店一样，都总是会有那几个，比如说巧克力，还有什么零食放在那边，有没有？这个呢，大概就是跟那种的地位是差不多，就是那种深受国民喜爱的一个巧克力哦。然后至于它里面长什么样子呢，我们现在马上就把它打开给各位大家看看吧。至于要怎么样把它打开呢？它这非常好看，它两边呢，这边都有一个 open。就是看你要从哪边开，其实都可以了。那我们今天从这边开，我们就只要把它拉起来就好了。然后拉下来，就像这样子。那我们再把它从这里面把它拉出来，拉出来之后就像这样子。它旁边这边有写一个说“やじるしの方向に引いてください”，就是我们虽然说它这边有那个锯齿状，一般人可能就像直接从锯齿状那边开，不过它这其实呢，它有就是让你弄很方便，让你可以这样直接一撕，很方便的就把它撕开了。一个设计有没有？有没有？像这样子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撕开来。那我们撕开来之后呢，它里面还有一个像纸盘一样的东西，我们要把它这样子拉出来。各位观众注意咯，这样没错，我们拉开来之后呢，它就像这样子一排一整排的巧克力在这边哦。对，就像这样子一整排的巧克力。现在已经可以闻到巧克力的香味了。不过这个巧克力因为它很便宜的关系，就是便宜巧克力的味道。对，然后至于它这个，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不就是巧克力吗？有什么特别？不过它其实它这项最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这个巧克力，拿起来给大家看一下哦，拿起来给大家看它后面这边有没有有一片饼干呢？因为它这巧克力很容易融化，然后所以就先不用手拿，我们先这样近看，给大家近看一下。对，没错，就像这样。它本来呢，像这样一般的是像这样一片一片的巧克力，然后翻过来之后呢，它后面这边居然有一片饼干粘在巧克力上面了，有没有很可爱啊？好，我们现在马上吃给大家看看吧。いただきます。巧克力跟饼干的混合体。对，它那个巧克力跟饼干呢，因为它的饼干不会说太硬的那种饼干，然后你这样子跟那种巧克力咬下去呢，跟那种巧克力混合在一起那种感觉，口感真的非常好。而且它这饼干它本身是有点像是那种，看起来好像是什么麦的那种做出来的那种饼干吧，就台湾也有卖过，也有卖那种，好像是全麦饼干还是什么样的那种感觉，有那种口感的跟那种的味道，就你在边咬的时候，它这饼干的味道很香，就那种慢慢的这样散发出来，跟那个巧克力的浓郁的那种感觉混在一起啊，真的非常好吃啊，又甜又好吃，没错，真的超好吃的，让人家忍不住一口接一口，不行。他们不能再吃了，再减肥不能够吃太多甜食哦。然后它很贴心的，在这你要收起来呢，旁边这边有一个凹槽呢，我们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插进去，这样我们就吃不完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收纳起来，这样子呢就可以稍微再收纳一阵子，可能不怕它软掉之类的吧。对，没错，就是这个巧克力是阿伦吃过之后真的就念念不忘的一个巧克力。阿伦，这个台湾不知道有没有卖啊，可是如果有卖的话呢，大家请务必要去买来吃吃看，因为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而且呢，重点是它的价钱呢非常非常的便宜。这项商品阿伦是在日本的 7-11 购买的，他买的时候呢，阿伦买的时候呢是日币106块，所以它原价单价可能大概日币98，没有含税之类，所以真的是非常便宜的一个巧克力饼干。另外呢，它除了这一种包装之外呢，还有那种像是塑胶袋一大包的那种包装，里面有很多小包的那种包装也是有的。不过那个呢，好像在超市之类的地方才有卖，一般的便利商店人所卖的大概都是像这种的。然后除了这个口味之外呢，它还有其他的别种不同的口味，比如说那种巧克力比较浓郁的口味呀，或者是白巧克力之类，就是有一些其他不同的口味，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不妨去找找看哦。好，那今天的阿伦便利店呢就到这边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拜拜。阿伦今天呢主要是跟各位大家介绍阿伦在日本的一些所见所闻，还有像今天这种日本的一些国民的
美食、国民的小零食之类的一个简单的介绍等等。有兴趣的话，欢迎订阅阿伦的频道来追踪阿伦的第一手的影片资讯哦。若是你已经订阅阿伦的频道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订阅按钮那个地方有个小铃铛，可以按那个小铃铛呢，将阿伦在上传最新的影片的时候才会在第一时间通知你哦。还有呢，这边呢是阿伦的 Facebook 的粉丝页跟阿伦的 Instagram， 有兴趣的不妨追踪一下阿伦哦。阿伦会把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呢都放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哦。还有呢，这两边是阿伦其他的影片，有兴趣的不妨自己进去看看。所以对我们的明天早上，我爱什么书？等你哦，便宜又好吃的巧克力，赶快去买来吃吃看吧，超好吃。